我和影帝地下恋爱多年，他始终对外坚称自己单身，直到我闪婚当红流量，宠妻人设火爆全网，影帝却在深夜居高临下给我发来微信，知道错了吗？你和顶流弟弟拍了一部古偶爆了之后，全网都在热炒我们的姐弟恋 CP， 宣传期间我们出双入对，情意绵绵，粉丝们天天鸡叫，磕生磕死，宇宙的尽头是姐姐，请你们俩原地结婚，我这就把民政局给你们搬过来。然而我们双方经纪人一开始就说好，大家只是营业，每天下车就执手深情对视，上车就光速分开，十分泾渭分明，相敬如宾。毕竟我和齐恒就快要订婚了，我不想给他造成任何误解。 CP 吵得实在太火，有一次不小心被虞姬拍到我们上车就松手，当天虚假 CP 营业就上了热搜。罗军被经纪人一番教训后下车就牢牢牵着我的手，在所有长枪短炮面前示威一圈， CP 粉狂喜乱舞，磕到了磕到了，蹭一下蹭一下呲溜，唯粉大怒，放开我女儿，要不要脸啊，一天天的。一场混战之下，热搜又爆了，可我低头看着手机，置顶的消息栏空空荡荡，最后一条还停留在一周前。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条消息，阿恒，我给你煲了汤在冰箱里，你记得喝哦。罗军双手放在脑后，斜着半只眼睛边偷看边对我哼哼，姐姐，我也要喝你煲的汤。好啦，有机会一定，我随口应道。他啧了一声，十分不满意，你又在敷衍我。空荡荡的失落感一点点浮上来。齐恒没有给我发任何消息，他总是这样，他说这是对我全然的信任，可我却觉得他好像对我和别人的绯闻毫不在意，他真的在乎我吗？手机突然震了震，我下意识低头，却看见是罗军的消息，在双方经纪人的眼皮子底下，他突然发微信问我，姐姐，你觉得值得吗？我按熄了屏幕。二，发布会上，记者激情发问，请问二位什么时候结婚是吗？罗军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就等轻轻点头了。记者笑靥如花，点头如捣蒜，好的好的，我们都懂。现在压力给到轻轻这边，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现在多火回头解绑的时候就能有多反噬好吗？在宽大裙摆的掩饰下，我伸手拧住了他后腰一块皮肉，咬牙切齿，用力一拧，罗军居然还能绷住面皮，当着所有人的面牵起我的手，十分情意绵绵。青青，不要害羞，女记者明显是我们的 CP 粉，一副即将缺氧的模样。青青啊，你对罗军的话怎么看？就在这当口，一个男记者高举起摄像机，宋小姐，请看这边，总算来了个救场的。我顿时松了口气，摆上营业微笑，您请说。请问影帝齐恒被曝偷吃这件事您怎么看？脑中当时嗡的一声，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锤了一下，我两眼一黑，险些没站稳。罗军不着痕迹的伸手挽住了我的手，你说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舌根都在发苦，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这么问到面前。齐恒是个玩咖，基本拍一部戏就会传一次和女主的绯闻，他光明正大亲自开车去接，完全无视狗仔的镜头。谁不知道齐影帝多情又多金，遇上真爱恨不得把全世界都送到他面前，如烈火烹油一般的炽热爱意。可他从不曾去机场接过我，每当我问起，他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都是营业啦，你不要想多。热搜上齐恒的名字后面可能跟任何女人，却唯独不会是我，因为这我被他的粉丝嘲讽过不知多少次，连热搜都上不了的倒贴老白脸。哥哥什么时候搭理过他？就是每次贴着哥哥吸血炒作，可笑死人了。请老白脸学会独立行走，不靠个男人活不了是吧？无论我回答什么都是错。男记者恶意的微笑起来，齐影帝被曝偷吃助理，不知道宋青青小姐有什么看法呢？他高高举起的平板上正是微博实时热搜，费景浩影帝齐恒被曝偷吃女助理，高跟鞋挂足战况激烈。景浩，这位先生，罗军挽住我的臂膀，坚实有力。他伸手接过记者不怀好意的麦，似笑非笑反问对面的记者，青青可是我的 CP， 你这么当着我的面问他对别的男人有什么看法，是不是有点过于不尊重我了？全场一片尖叫。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坐在保姆车上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发抖。姐别看，助理小美迅速冲上来，从我手里抢过手机，满脸都是惊慌失措。我眼前一阵阵发黑，好一会儿才缓过来。齐恒向来爱娃，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花边新闻，可刚才那双雪白的腿晃得我眼前一阵阵发黑。我冲他伸出手，拿来。小美几乎要哭出来，青青姐你别看了。在我的坚持下，她最后还是把手机交给了我，我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点开的时候，我下意识深吸了一口气，狗仔的照片拍得非常清晰，戴着墨镜和口罩的齐恒搂着助理进了酒店，随即房间内灯光亮起，他们是如此迫不及待，连窗帘都没拉。在高清的镜头下，一切丑恶肮脏都是那样无所遁形，一阵发麻的站立感从腰椎一路往上，我觉得自己从脖梗到后脑都在发麻，那是失望伤心到极度的难以置信。明明他在出差前还跟我说，宝贝，我去给你买订婚钻戒，这就是你送我的大礼吗？三，当天晚上齐恒就从 S 市飞了回来，当然不是为了我，新电影上映在即，投资商让他滚回来收拾残局，多可笑。我和他同期进入公司，后来又同时被公司力捧，我是当家花旦，他是一哥，处于上升期的艺人最忌讳的就是恋情曝光，无奈之下我们俩只好隐藏恋爱关系，这一藏就是八年。可是爱情就跟咳嗽一样，是藏不住的东西，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承认，但我们一起出席过那么多场发布会，携手走过那么多次红毯，在不少营销号的调侃下，我们的恋爱已经是圈内公开的秘密。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拍电影，可我们的 CP 粉早就在野狼狂舞，
从进组开始，他们就一直在疯狂造势，仿佛那不是我们的合作，而是原地结婚。我的大粉头已经开心到在私信里胡言乱语，姐姐，我要给你们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官宣，呜呜，你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这就给你们把民政局搬过来，呜呜，我的仔，妈妈真的好高兴啊，仔。小美跑来故意悄悄问我，青青姐，咱们管不管呀？可我脸上的笑容根本压不下来。哦，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懂了，那我们配合一下小姑娘们。齐哥那边有什么大动作吗？我双手捂住脸，想起齐恒对我信誓旦旦，宝贝，等我们合作的电影上映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公开恋情的时候，他说要在发布会上向我现场求婚，所以他专程飞去 S 市去给我订的求婚戒指，多么情深似海。然后转眼就和他的助理滚到了床上，重重的给了我一耳光。四，为了方便照顾他，我和齐恒买了同一栋公寓的楼上楼下，他工作忙，我有空就给他煲汤，多可笑，我曾经以为自己那样接近幸福，而现在齐恒敲响了我的房门，青青，我们谈谈。铺天盖地的窒息几乎将我淹没，我张了张嘴，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谈什么呢？谈你们如何情热，谈你们如何迫不及待，谈你如何在求婚之前还在跟别的女人鬼混。我靠在门上，只觉得可怕的窒息感一点点从膝盖爬到了脖梗，麻木感几乎要将我淹没。你走吧，没什么好说的了。敲了几次都没回音之后，齐恒的声音里带上了些许不耐，青青，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我们这样被狗仔拍到不好看，你现在知道不好看了，我终于忍无可忍，骤然拉开房门。你和他上床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齐恒，你记不记得我们要订婚了？小声点。齐恒的第一反应是左右张望，生怕被狗仔发现。好一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我和那个见不得光的偷情助理也没什么区别，我是被陷害的。齐恒的脸色很难看，俊朗的面容上都是委屈，是他勾引我，又安排了狗仔偷拍，我胸口疼得撕心裂肺，指甲几乎陷入自己的掌心。如果不是你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就算他设计你有用吗？齐恒向来被人哄惯了，被我这么劈头盖脸呵斥，脸色终于也沉了下来。青青，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我只是逢场作戏，我考虑的结婚对象从来都只有你。他深吸一口气，又放柔了声音，我说过了，这只是炒作，我们的新电影造势一直起不来，你又不肯配合炒作，所以我才找了别人。他说的如此情真意切，我终于有了几分犹豫，但那些照片都是借位，他神情郑重，我去那里是为了给你买戒指，等我们的首映会公布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官宣在一起的时候，他伸手拉住了我的手，宝贝，好不好？五，我爱了他那么多年，大概是执念，我始终想要一个公之于众，可我没想到我们连最后的告别都狼狈下贱的让人恶心。官宣发布会上，齐恒一露面就被长枪短炮包围了，一个女记者的话筒几乎戳到他脸上，听说齐影帝把妹功力不减，前两天玩得很激烈，请问有这回事吗？齐恒愣了一下，随即微笑，我没有把过妹，都是妹把我。记者们一片哗然，大概没想到居然有人会承认的这么坦然又大方，我在电影里的人设本来就是花花公子。齐恒笑得十分矜持，芯片预热而已，看现在不花一分钱的宣传费用，你们都要来看我这个花花公子，你说是不是？他俯身靠近那个举话筒的女记者，被帅哥近距离凝视，那女人当时满脸通红，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她出道时就以脸蛋天才闻名，这么多年沉淀下来，完全有这个花花公子的资本。另一个男记者挤过来，十分不怀好意，齐影帝，你助理的腿真的又细又白，照片抓拍的真好看。他甚至拿出了一张紧挨着窗边白皙高高翘起双脚的照片，他们都说那是助理快乐组。他笑得十分暧昧，请问你们那晚在窗边干什么呢？对戏呀。齐恒张口就来，连脸色都不变，你看照片一放出，我们不需要别的宣传，你们不都印象深刻吗？我站在齐恒身边，只觉得自己仿佛被狠狠打了一巴掌。齐恒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每次在我们要公开之前，他都会状况频出，总也拖拖拉拉不肯公开。是我带不出手吗？是我不配吗？是我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爱让他觉得我总会在原地等他玩够了回来？我牙关咬得死紧，浑身都颤抖了起来。可那男记者不依不饶，居然还把话筒转向我，宋小姐，你也觉得印象深刻吗？上次被采访的时候，你可是整个人都呆住了，请问你为什么会发呆呢？这简直无异于在我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齐恒大笑起来，你们别搞我，我和青青怎么可能？可是外面你们的粉丝在举你们的双人灯牌。男记者笑了起来，露出的一排雪白牙齿如同择人而噬的虎鲨。他说，粉丝说你们今天要官宣，是真的吗？我听着他笑着一字一句说，怎么可能，我和青青是多年老朋友，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还是单身。他甚至还转过头和我对视，神情认真而无辜，问我，青青你说是不是？我仿佛一个光天化日之下被拉到太阳下暴晒的雪人，连带着我们见不得光的爱意一起化作了干涸的厉鬼。六，离开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大粉在外面探头探脑，满脸都是迷茫和困惑。大粉和经纪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小美应该已经跟他们说了，今天有突发情况，之前的安排取消。我看见还有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横幅和花篮，上面巨大的爱心和两个人手牵手的 Q 版娃娃是那么的讽刺。我看见那些本来热情洋溢准备欢天喜地过大年的 CP 粉，有好几个都捂着嘴在掉眼泪，他们应该也看见了实时采访的新闻了。不要哭啊，我想走过去抱抱他们，却被小美拦住，青姐咱们先走，外面还有好多记者。她顿了顿，小声对我说，那个白皙这会在外面接受采访，齐恒给了她一个角色，发布会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地方，
齐恒这样羞辱我还不够，还要把人带到台面上来吗？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远远的听见那边齐恒的伪粉在大声嘲笑，什么官宣啊，你家过气老花不要倒贴我家哥哥好不好，也不照照镜子，官宣要点脸吧。然后我听见我的大粉用手拢成喇叭对我声嘶力竭的大叫，姐姐我们永远爱你，眼泪夺眶而出。气，可我的车才开出停车场就被狗仔围了，我的车被堵得动弹不得，无数长枪短炮在车外闪烁，记者们几乎趴在车窗上，一张张满是渴望面红耳赤的脸让人恶心。宋小姐，听说您今天本来准备和齐影帝官宣是吗？我看见你们的粉丝都在外面举灯牌，您为什么要先走呢？刚才齐影帝说你们只是朋友，请问您对这件事怎么看？无数可怕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下意识捂住耳朵，把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他们像一群蚂蟥，不从我这里吸走一口血绝对不会走。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敞篷保时捷轰鸣着冲了过来，是罗军，他来干什么？我看见他跳下车，大大方方跟狗仔们打招呼，各位给我们点私人空间吧，我好不容易约到姐姐在这里约会，你们这样把人堵在这里让我很困扰啊。狗仔们面面相觑，宋小姐是在这里等你，我们约了楼上吃饭，罗军冲他们眨眨眼，这条消息诸位可以往外报，求求了，给我们点私人空间。会场的保安此时也得到了消息，赶紧下来清理现场，等人都被驱赶开了，罗军敲敲车门，等车窗降下一半冲我眨眨眼，赏个脸吧姐姐，我想先回去了，我别开脸，不想让他看见发红的眼睛，拜托给个面子，所有人都知道我来这里约你吃饭，姐姐你不跟我一起出现一下，今晚这是很难收场哦。他有些可怜巴巴的凑过来，像一条摇着尾巴品种名贵的漂亮大狗，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此时停车场外绝对蹲满了狗仔，我叹了口气朝他伸出手，罗军志得意满的吹了声口哨，谢谢兄弟们，回头请你们吃饭。我爸直到和罗军面对面坐在 S 市那家需要提前半年才能预约到位置的顶层旋转餐厅时，我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了庆祝姐姐芯片发布呀，罗军十分诚恳，作为你的营业 CP， 这时候难道不应该积极表现吗？然后他变魔术般从身后抱出一大捧郁金香，笑容灿烂而真诚，祝姐姐芯片大卖。他只字不提刚才我遭遇的一切，就好像他真的只是等在地下停车场，就等着来约我吃一顿晚饭。我爱了八年的男人在发布会上给我当兄弟道，说我们只是多年老友，只是和我商业 CP 炒作的弟弟，冒着人设崩塌的风险来给我救场。我定定地看着对面罗军灿烂的笑脸，眼泪突然一滴滴掉了下来。人就是这样，就像小时候摔了一跤，本来没事，可大人一问立即就委屈地嚎啕大哭起来，这下变成罗军手足无措了。姐姐姐姐你别哭啊，哎呀我开玩笑的，你芯片一定大卖，不会扑街的，别哭了。他手忙脚乱上来给我擦眼泪，年轻男孩子的体温很高，他关心的神色不似作为，我愣了愣，竟然下意识躲开了他的动作，也幸亏他包了场，不然我们这个样子被人拍到那就更加说不清了，大概是我避开的动作太明显，罗军的神色有一丝受伤，可他很快恢复过来，又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姐姐跟我吃饭那么难过吗？好歹我在外面挂牌价也是一顿饭50万起步，我忍不住扑哧笑出来，50万？他冲我无辜的眨眨眼，对呀，可是跟姐姐吃饭我倒贴都可以，安啦放心，我特地选的顶层，不会有狗仔偷拍我们的。见我终于不哭了，他这才松了口气，可吓死我了，我第一次请比我大的女孩子吃饭，真的很怕什么地方没做好，以后你会不理我了。我忍不住笑了，你这话说起来好像我是你的恶毒上司，可是我喜欢你呀。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吓了一跳，你瞎说什么？可他突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宋青青，我不想再喊你姐姐了，你要不要考虑和我交往？就在我想回答他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那是我给齐恒设定的专属铃声，好像魔法被打破，辛德瑞拉12点的诅咒。我忽视罗军悻悻的眼神，将手收了回来。我接个电话，就青青你在哪里？那边齐恒竟然是质问的语气，多好笑，他居然还有立场质问我。我在外面，和谁？他紧紧追问，语气十分不善，罗军吗？这跟你没有关系。齐恒大概从来没被我这么毫不留情的顶过，治了好一会儿才对我放软了语气，青青我知道今晚是我不对，我没按照我们说好的公布恋情，可我是有苦衷的。有什么苦衷？我只觉得浑身一阵阵发冷，我们的 CP 粉都在外面等着官宣了，你在里面一口一个老友，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应对狗仔的围追堵截，你知道这对一个女明星意味着什么吗？可你不是安排了罗军接你吗？齐恒居然反问我，你明明知道这次的电影发布对我有多重要，他竟然还有几分咬牙切齿，你为了自己炒 CP 竟然让罗军在发布会外面等着接你，现在热度全部在你身上，我费尽心思最后倒是都给你做了嫁衣。青青你变了，他反咬一口，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的手都在颤抖，几乎拿不稳手机，他混淆黑白还理直气壮，我记忆里爱的那个人不知何时已经面目全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钱，可那时的日子多开心啊，他会给我煲粥送饭，他去每一个地方都会细心给我准备小礼物，他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跟我一起生一个继承了我们俩优点的小 BB。 我手机的私密相册里曾经有那么多我们幸福的点滴，他高举着手机突然亲我的脸，我嗔怒着打他，他手忙脚乱对着菜谱，在厨房做我喜欢的红烧排骨，我们在深夜无人的海滩接吻，他曾说过那么多句我爱你，可我没想到和他恋爱到结婚的路那么长那么苦，我甚至八年都没能等到一个官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的呢？
他的皮相太好，喜欢他的人那么多，成名后太多的选择迷花了他的双眼，他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他逐渐迷失在娱乐圈的纸醉金迷里。我见过他爱我的光景，所以我很清楚什么是他不爱我的模样。他好像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在原地等着他，可是凭什么呢？就因为我爱你吗？我突然抑制不住的大笑起来，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你笑什么？齐恒有些诧异地问我。我笑了好半天才止住，对他说，齐恒，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电话那头他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竟然发起脾气来，宋青青，你不要无理取闹。齐恒，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八年，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一个女明星能有多少个八年？你不是不知道外面是怎么说我的吧？说我倒贴你，说我舔狗，你呢？你就一句轻轻巧巧的，你从来不把妹，都是妹把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他还在狡辩，我只是想找一个更好的机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我对他说，我们结束了。齐恒却冷笑起来，你别后悔。十，闹了这么一场，没人还有再继续吃下去的心思。罗军亲自开车送我回去，下车的时候还一直在道歉，姐姐，今天是我准备不周到，下次我一定好好准备，是我不好意思，我十分不好意思，下次我请你吃饭。可我们的 CP 很快就要解绑了，这估计跟得闲饮茶一样，会成为无数句客套话中的一句。我伸手去开门，可是车门却纹丝不动。罗军，他单手搭在方向盘上，似笑非笑看着我，姐姐，你这样可没诚意，下次是什么时候？明天吗？那种目光我很熟悉，我曾经无数次在齐恒的眼中看见过。被这么看着，我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一点点靠过来，我下意识后退，直到背后突然顶在了车门上，我赫然一惊。宋青青，他突然郑重地喊了我名字，你要不要真的考虑跟我交往？我瞪大了眼，我会是一个不错的恋爱对象。他开始自卖自夸，你看，从第一天我就敢光明正大对媒体和狗仔承认我喜欢你。青青，我不是开玩笑，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深吸了一口气，花姐一定会杀了你的。才不会，罗军自信挺胸，现在全网都是我们的 CP 粉，你信不信我们今晚结婚，他们明天就会过来砸了你和我的公司。小弟弟想什么呢？我又好气又好笑，你不要英雄当多了，我不是什么需要拯救的公主，你也不是要对抗恶龙的骑士，我们只是恰好合作了一部大爆电影的搭档而已。可是我不好吗？他执着地问。末了他突然问了一句，宋青青，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吓了一跳，我向来知道自己记忆力不算太好，但也不至于到罗军这种长相都记不住吧。罗军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送我上楼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青青，你可以慢慢考虑，我会一直等你。他的目光那么灼热，我感觉自己几乎被刺伤了，有些落荒而逃的进了电梯。年轻真好，那样无所畏惧，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我看着镜子里那张依旧年轻的脸，只感觉到深深的疲惫，一颗心全心全意掏出来，却被人践踏到这种地步，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来一个八年。十一，没几天就有狗仔拍到白皙在齐恒家中过夜，他们招摇过市秀恩爱，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亲吻。景浩影帝公寓记站助理十四小时景浩的词条在微博上整整挂了一天。齐恒的私生活向来丰富多彩，有狗仔问到他和白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我看着他的视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你看他的女朋友那么多，却从来没有我一个。偏偏在这时候，发布会那天，我们 CP 粉原本为了庆祝我们官宣的各种物料被人扒了出来，结合之前齐恒在记者发布会上的老友说法，我又被群嘲了一通，说我是痴心妄想的恨嫁老女人，企图通过粉丝在发布会现场倒逼齐恒官宣，多不要脸啊！齐恒的粉丝们大声嘲笑。与此同时，齐恒却在首页微博官宣，我们艾特白皙 Cindy， 配图是一双交握的手，可他的手腕上戴着的还是我送他的百达翡丽三问表。我还记得收到表的时候，他曾深情款款对我说，宝贝，每拨响一次波饼，三声都是我爱你。可是现在你带着他说你爱上了别人，就连我们曾经的 CP 大粉头都忍不住私信我，乖女，我们不要爱那个渣男了好不好，他真的不配。我听见长长的语音里他在哭，一条又一条刺痛我的眼。闹成这样，公司和我的经纪人都炸了，可齐恒这次仿佛王八吃秤砣死了心，一定要把我和他不和闹到台面上，甚至不惜和公司翻脸都一定要闹大，连经纪人都来问我，齐恒疯了吗？他当然没疯，他只是在惩罚我而已。看，你不听话，我随时可以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甚至连后路都铺得无耻而坦荡，谁能指摘光明正大的官宣恋爱呢？十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家里的地上全是我喝完的酒瓶，昏天黑地，不知道过了几天，直到经纪人 Susan 杀上门来，看到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宋青青，你是个女明星，是影后，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走出去不是更要坐实了那些黑子的话？你争点气好不好？我勉强睁开眼，眼前的场景还在发花。怎么了？还怎么了？Susan 声音更大了，明天就要去走电影节的红毯了，你看你这个鬼样子怎么出去见人？我头痛欲裂，我在家几天了？一周了。 Susan 和我合作多年，什么时候见过我这么颓废？你怎么会来找我？我勉强坐起来，摸过手机一看，才发现不知没电多久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是罗军，他让我来找你，说一直联系不上你。想起他说的话，我的头更疼了，他找我干什么？邀请你一起走红毯。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齐恒甚至连电影节的红毯都没邀请我一起走。我说，你和罗军？Susan 试探性问我，要是你们俩真的，我也好和对方经纪人联系一下，
我们没什么。那你和齐恒 Susan 有些拿不准我的态度。结束了，我冲他微笑，把我的房子挂出去卖了吧。之前的宋青青已经死在了这间房子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十三，下车的时候我才知道主办方有多不做人，他们为了热度竟然让我和齐恒先后走红毯。冬日里女星的裙装向来单薄，下车的时候我忍不住打了哆嗦，前面娇滴滴的女生突然撞入我的耳朵，齐哥我好冷，忍一忍，是齐恒的声音，那是我多少年魂萦梦绕的声音，此时落到耳中依旧忍不住心悸。可接下来听见他压低的笑声，他说晚上让你热。白皙娇嗔的瞪他一眼，讨厌。我在原地僵住，我知道自己想走，可是腿却根本动弹不得，就像一座冰天雪地里的冰雕，不动时尚且能维持人形，但只要一捧就会粉身碎骨。可就在这时，一件外套突然搭在我身上，罗军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原谅一下，我家青青比较娇，外头这么冷，我可舍不得他这么出来吹风。我扶住他的手臂，年轻男孩的热量透过薄薄的衬衫传来，是让人心悸的温度。他低头亲昵的靠近我，压低的声音透着关心，青青你瘦了，最近减肥。我顺势扶着他站稳，冲他笑起来，好不好看？大概没想到会得到我的回应，罗军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仿佛能看见他身后无形舞动的大尾巴。齐哥，我就说了吧，他们肯定会一起来的。白皙娇滴滴摇着齐恒的胳膊，齐恒搂着他，见到我的时候一派光风霁月。青青，好久不见，那曾经是我的男朋友，那是我们原本准备一起参奖的电影，而现在他光明正大的搂着别的女人，对我说，好久不见。我理都懒得理他，直接拉着罗军转身就走。青青，齐恒提高了声音，带着昭然若揭的恶意，本来想和你一起走红毯，可我最近都联系不上你。怎么，最近和罗先生在一起乐不思蜀，可不能耽误工作呀。他这是什么意思，还想倒打一耙。我们四个人都是这段时间的头条常客，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复杂混乱，现在是肉眼可见的剑拔弩张。从下车的那一刻起，闪光灯和快门声响就没停过。我倒是想，可惜青青太忙，比不得其影帝桃花旺盛。罗军把我护在身后，一副遗憾的模样，他含情脉脉地抓住我的手背送上一个亲吻，抬起头的目光真切而热切。青青可是我最重要的宝贝，你。齐恒下意识上前一步，却被罗军拦住，别碰他。罗军声音不大，威胁之意却尽显。白皙想伸手去拉齐恒，险些被一把甩开。齐恒的脸色阴沉得可怕，齐恒脸上彻底没了笑容，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罗军笑起来，只是感慨有人把沙粒当珍珠，却把真正的珍珠视而不见。他伸手牵住了我的，温暖而坚定。青青，我们走。十四，身后白皙突然快步追了上来，青青姐姐等等我。我还没来得及回头，只听见白皙突然哎呀一声，随即一股巨力传来，我猝不及防踩住长裙，被推得向前重重摔倒下去。更可怕的是，背后的拉链竟然被人抓住，一拉到底，礼服骤然滑落。我吓得惊叫一声，双手下意识捂住胸前的礼服防止走光。眼看面前的楼梯越来越近，我下意识闭上眼，做好准备脸重重磕上台阶的准备，一只手突然牢牢抓住我，地面和脸近在咫尺。紧接着，一件带着熟悉男士香水味的西装外套将我兜头罩住。罗军暴怒的声音响起，都他妈别拍了。隐约还有白皙的尖叫传来，我缩在罗军的西装外套下，一动都不敢动。我不打女人。我听见罗军压抑着愤怒的声音，齐恒，管好这个傻 X。 周围的人群发出阵阵惊呼，仿佛一群闻到腥味的猎狗。闪光灯和快门几乎让我整个人都在颤抖，没有任何一个女明星遇见这种事情会不害怕，尤其还是在这种场合。罗军的另一只手始终握着我的，他轻声问我，青青你怎么样？保安现在在清场，你别怕，等一会儿好了我陪你去换衣服。没事没事，不怕呀。他有些手忙脚乱，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下来，滴到了罗军的手上。他仿佛被烫到，浑身一颤，他蹲下身环抱住我，是一个保护的姿势。别怕，我不会放过那个傻逼。我回握住他的手，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种事情对女明星的声誉简直是毁灭性的，为什么我要遇到这种事？为什么我要遇到这种羞辱？我不用想都知道今晚的头条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在这时， Susan 匆匆赶到，将我从头到脚牢牢裹住，又有助理秘密层层挡住，我终于得以从狼狈的境地里解脱出来。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处理了，但是现场记者太多，还是有一些已经流传到网上，我们会尽快让他们删除。送我过去的路上， Susan 快速跟我说明现在的情况，去查白皙。我深吸一口气，觉得大脑都在一阵阵充血，他敢做出这种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十五，等我换好衣服从更衣间出来，外面已经天下大乱， Susan 在外面急得团团转。你总算出来了，齐恒和罗军打起来了。我吓了一跳，出去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混战在了一起，幸亏这里是后台，但场面也是一片狼藉。罗军毕竟年轻，他拎着齐恒的脖子把他按在地上，朝着他脸上重重砸了一拳。在他身边，白皙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两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拼尽全力打起来的时候，简直跟两辆重型机车撞在一起没什么两样。我看到齐恒挣扎着爬起来，一脚重重踹在罗军肚子上，罗军重重撞上了旁边的花瓶，一人高的花瓶当即碎了一地。我从没见过齐恒这种暴怒的模样。罗军从地上爬起来，擦掉嘴边的血，脸色也难看得可怕，眼见这两个人又要打成一团，我终于忍无可忍，都住手。青青，罗军当先冲过来抓住我的手，上下打量了好一会，青青你没事吧？可他的下巴上明明被花瓶碎片划出一道血痕，
这会血还在往下流。我叹了口气，问他，你不疼吗？罗军茫然了一瞬，随即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姐姐，我好疼。我从助理的小药箱那里找来了止血贴，给他贴在下巴上，一会血止了就取下来。我仔细看了看，忍不住埋怨他，怎么不小心点。为心爱的女人流血是男人的勋章。他骄傲地笑起来，眼睛亮晶晶的。那个瞬间我竟然可耻的心动了。一会儿我送你回去好吗？罗军十分打蛇随棍上，绕着我像一条撒欢的大金毛。好。对了，我冲他微笑，让我先做一件事。我径直走到白皙面前，用力朝着他那张整容脸一巴掌扇下去。白皙惨叫一声，脸上顿时出现五道鲜红的指印，连嘴角都破了。齐哥，白皙抓着齐恒的胳膊哭得梨花带雨。他打我，你尽管叫。我靠近他那张精致的面容，白皙，你以后但凡能在娱乐圈混上一部剧，我宋青青跟你姓。宋青青，齐恒沉下脸，你什么意思？我冷笑一声，打该打的贱人，还有你，再带这个贱人出现在我面前，我连你一起见一次打一次。宋青青，齐恒咬牙切齿的在我身后喊，你以为自己现在和罗军搞在一起就了不起了？我没有回头，只冲着他高高竖了根中指。十四，出了这种事情，没人能想到我们竟然还会回到场上继续参加颁奖。更让人意外的是，奖项颁布的时候，我和罗军竟然凭着那部大热古偶拿了最佳男女主。宣布的时候，我和他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在全场的掌声中愣愣站起来，仿佛两只不知所措的猫幼，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在台上打趣，我们的最佳男女主别含情脉脉对视了，下台再看也来得及。镜头扫过来的时候，还特意在齐恒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齐影帝青紫破损的嘴角和高高肿起的眼眶连遮瑕都没能遮住。上台的时候，罗军脸上的卡通止血贴竟然还在，女主持忍不住打趣他，你这是怎么了？这是青青给我爱的勋章，他还挺骄傲。看着他的眼睛，我鬼使神差点了头。全场一片尖叫，齐恒和我合作的那部他寄予厚望的冲奖电影，到头来除了几个提名陪跑之外颗粒无收，他气得脸都青了。颁奖典礼一结束，他起身就走。十五，当天晚上热搜就爆了，井号宋青青走光，井号井号白皙拉链门，井号我最恐惧的事情出现了，就算公司公关部门连夜加班，可偷拍走光的照片依旧第一时间传遍了全网，急于搜刮流量的媒体仿佛一群疯狗，我礼服掉落各个角度的位置竟然都被他们疯狂地拍摄了下来，甚至还贴心的高清放大，就为了吃那一波人血馒头。这段时间我和齐恒的流量实在太高，多少对家早就蠢蠢欲动，现在有了机会，哪还能不抓紧时机从我身上撕下一块肉。最开始我还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舆论却持续在发酵，按理来说一个娱乐热点不会超过三天，可不知多少自媒体下场，他们口口声声保护女明星权益，转身却在盘点那些年被偷拍过的女星。人总有逆反心理，当一个受害者反复出现，只要哪怕有一丁点不符合他们心中的完美受害者标准，他们就会觉得是不是你本来就有问题，不然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你。等开始指责我必然有问题的舆论喧嚣尘上的时候，新的营销号下场了，他们开始盘点我的历任男友，各种牵强附会，生拉硬凑，不知多少个我合作过的男艺人都成了我的地下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我变成了一个人尽可服靠睡上位的贱人。最可怕的是，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我和齐恒曾经的恋爱经历，言之凿凿我和齐恒这么多年一直在地下恋爱。他们拿出了我们曾经的合照，我们的情侣视频，我们一起出国旅游，甚至包括我们下榻同一间旅馆的证据，甚至还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轴，力争向所有人说明我们为了欺骗普罗大众究竟有多么用心良苦居心险恶。可当中有些分明是只有我和齐恒才知道的记忆和细节，这就是我爱了八年的男人。我原本以为我们能好聚好散，可没想到他竟然在这种时候反手捅了我致命的一刀。这只是第一波，接着齐恒和罗军在后台打架，我删了白皙一巴掌的视频流出，结合之前我和齐恒秘密恋爱的证据，说这是二男争一女，我先聊齐恒又来勾引罗军，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不是没有网友疑问，既然我一直和齐恒恋爱，那为什么一直不公开？为什么齐恒接二连三有绯闻传出？可舆论的浪潮足以裹挟所有不同的意见，洪水般将我淹没，各大营销号纷纷下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十六，被这么一扒，我和罗军的 CP 粉顿时有大批脱粉，粉丝们渴望的是甜甜的恋爱，而我在和齐恒恋爱期间竟然和罗恒炒 CP， 恋爱是假的，情谊是假的，人设是假的，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和背叛，不可原谅。 CP 解绑带来的可怕反噬第一时间落在我的身上，曾经为了我们疯狂去冲销量的粉丝开始暴怒退货，甚至把某宝官方旗舰店退得生生掉星，甚至当天晚上都没过，品牌方就跟我的经纪人联系说要解约，还要我赔偿一笔天价的品牌损失费。这还不够，愤怒的粉丝们开始举报和我相关的一切电影电视剧，在没有任何定论的前提下，我就被这么扣上了一顶劣迹艺人的帽子，和我有关的软件被打一星，我曾经说的所有话都被从陈年角落里翻出来。在他们的描述里，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恶毒女人，对我做的一切都是替天行道，贱女人就该死。我几乎丢掉了所有的代言，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可是在这一波铺天盖地的可怕网暴之下，我却成了最大的牺牲者，就连公司高层都含蓄地对我表示这段时间会尽量减少我的工作安排。当然他们说的是，青青啊，你这段时间工作太辛苦了，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吧。曾经和我互动频繁的明星账号纷纷删除转发和评论，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时候，
没人愿意被其他人裹挟下水，尤其还是这么大一场一看就奇形可诛的网暴，所以让人不得超生。只有罗军，只有罗军，他仔仔细细地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有多么多么好，说我不是那样的人。下面的评论瞬间就骂上了10万条，骂他恋爱脑嘎野菜，还有无数粉丝苦口婆心，哥哥你不要被那个贱人骗了。然后他的微博就被公司强行收走了。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悄悄用小号注册了一个 X 音账号，在那里他认认真真发视频告诉粉丝他的微博号被没收了，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所有人，宋青青值得被爱，他不是那种被胡乱描述的人。他郑重请求他的粉丝相信他，相信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终究有诚恳和爱的存在。他说，青青是我见过最美好的女孩子，她是我永远的梦想，我爱她。17，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恶意几乎将我淹没的时候，她是唯一的辅导。在黑暗里坐了许久之后，我摸出手机给罗军发了条微信，你那天晚上说的还作数吗？几乎是秒回，当然。我深吸一口气，不麻烦的话，我的字还没打完，手机已经开始震动了起来。罗军的声音在那边喘着粗气，姐姐开门。我愣了，什么？他说话的速度又急又快，你家电梯坏了，我现在在爬楼梯，还差一层就到你家门口了，开玩笑的吧，我家在32层。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竟然真的是罗军。在开门的一瞬间，他便戏法般从身后举出一大捧玫瑰花。 Surprising， 我抱着玫瑰花还有几分不知所措，你不是现在在外地拍戏？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了好一会儿，之前公司安排我在荒郊野岭拍广告，还收走了我的手机，我一得到消息就买最快的机票赶回来了，还好赶上了。看着他的眼睛，我终于不再忍耐，踮脚吻了上去。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罗军圆睁的漂亮眼睛，他整个人变成了一座石化的雕像，一动都不敢动。姐姐，他好久才颤颤巍巍问了一句，你愿不愿意娶我？我鼓起勇气问他，可我没想到那一瞬间罗军眼中的光几乎炽热的将我整个人烧融化了。我愿意。18凌晨0点分，罗军 V 发了一条微博，那是两只叠握在一起的手，无名指上戴着的戒指熠熠生辉，在我们手底下压着的是两张红彤彤的结婚证。他说，我终于娶到了我从小就想娶的女人艾特宋青青。微博瘫痪了，我和他的手机都在疯狂震动。我和他对视一眼，默契地关了手机。白天去民政局领证的时候，我和他坐在车里谁都没有动。罗军小心翼翼问我，青青你是不是后悔了？毕竟是公众人物，之前想办法找人约了一个空白时段，现在眼看时间就要到了，也难怪他会紧张。我深吸一口气，握住了他的手。罗军的眼睛亮了，脸上的笑容根本压不下去。给我们发证的工作人员是我们的 CP 粉，一边给我们办手续一边忍不住偷看。小姑娘一直拼命咬自己的食指，企图控制自己想要尖叫的情绪，直到最后将证件递出来，她哇的一声哭出来。你们一定要幸福啊。罗军牵着我的手，特别人母狗样的点头，那当然，还有麻烦保密，这个消息晚点我们准备在微博上公布。小姑娘捂着脸拼命点头，直到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罗军捧着两本结婚证边看边笑得像个傻子。我终于，我看着他也忍不住笑起来。罗先生以后请多指教。他愣了愣，随即咳嗽一声，认真地对我一鞠躬，罗太太余生请多指教。19当天晚上，罗军像一条无赖的大狗在我身上蹭来蹭去。姐姐姐姐，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姐姐，我终于实现了我从小的梦想。我忍无可忍地把他推开，不要企图通过卖萌转移视线，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从小就想娶的女人。他眨巴眨巴眼睛，姐姐，我8岁的时候就在电视上对你一见钟情了，我对所有人发誓一定要娶你，他们都说我痴心妄想，可我知道不是，你是我的人生理想。你举办的第一场粉丝见面会我就去了，我对你说，姐姐我喜欢你，我要娶你。远古的记忆缓缓复苏，我诧异地看着面前英俊的罗军，你是那个小胖子。罗军的脸顿时垮了下来，青青，那是我的人生污点，你能不能记点好的呀？我忍不住笑起来，伸手摸摸他的脸，我记住现在的你就好了。他一想，随即骄傲地点头，对，你只要记住我全世界最爱你，你是我的人生理想，我爱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浑身酸痛，一边咬牙切齿的揉腰，一边推开在我身边蹭来蹭去的贺军，不来了，姐姐，撒娇也没用。我顺手摸过手机打开，铺天盖地的消息足足震了10分钟，无数震惊和祝福将我淹没。我随手回复着，直到一个名字突然映入眼帘，齐恒，知道错了吗？罗军像只猫鼬一样在我身边探头探脑，见状顿时勃然大怒，他当我死了吗？20大概是为了自证自己不是那种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的老公。婚后罗军迫不及待地带着我接了好几档恋爱综艺，在里面疯狂秀恩爱。我这才知道，原来一个人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时候能做到什么地步。我们的 CP 粉死灰复燃，全网都在感慨，看见我们仿佛看见了爱情的味道。不是没有黑子企图跳起来挑事，但随即就有更多 CP 粉将他们按死在沙滩上。他们结婚了，事实胜于雄辩，你家 CP 给我结一个看看。罗军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可偏偏这段时间齐恒仿佛吃错了药，他开始频繁联系我，在各种场合制造偶遇，给我送各种各样的礼物，我不胜其烦。我已经结婚了，齐恒不要再来烦我，可他根本不信。21七夕当晚，我和罗军一起吃完饭回来，在停车场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把我按在墙壁上亲吻，
青青，我真的好爱你，放手回去再说。我正努力挣扎，暴怒的齐恒不知从哪里冲出来，朝着罗军的脸上狠狠砸了一拳。你放开他！我吓了一跳，连忙去扶罗军。你没事吧？宋青青，齐恒脸色阴沉的可怕。你真的和他在一起了？我和罗军住的小区安保极其森严，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齐恒脚边已经丢了一地的烟头，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我亲自己的老婆，关你什么事？罗军是微班搂住我，他是我的人。这句话明显激怒了齐恒。青青，我在问你。齐恒的脸色黑得几乎要凝出水来。你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就是因为他。你们睡过了？他死死盯着我的脖梗，我下意识摸了摸脖子，这才想起刚才在车边亲到最后，他在我脖子上重重地咬了一口，还被我用力打了头。罗军是故意的，他在车里就看见了齐恒，故意在停车场扣着我激吻，就是给齐恒看的。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冷淡地看着他。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请你以后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身侧罗军的体温炽热而欲贴，仿佛给我注入了无穷的安全感。我不同意，齐恒蓦然怒吼起来。我吓了一跳，你疯了吗？我们之前的风波还没过去，现在如果在这里爆发出争端，但凡谁拍下来传到网上，都一定会是明天早上的头条。齐恒却仿佛得到了什么笃定的信号，他问我，青青，你还在担心我对不对？你还担心我被拍到？他急切地对我说，我告诉过你，我和白皙只是炒作，是你和罗军炒 CP 给了我压力，我只是出于男人的自尊心，我希望自己才是那个能够保护你的人。你相信我，我想结婚的人只有你。他似乎为了证明什么，有些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盒子，打开的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那里面赫然是那个我曾跟他提过十分喜欢的古董戒指。我曾想要那个戒指作为求婚礼物，可他当时正玩着手机，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十分敷衍的点头，以后买。可他再去给我买戒指的当晚，和助理偷腥被抓住，我们之间哪里还有以后？现在他认真地打开盒子，对我单膝跪地，青青，嫁给我，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领证。我却只觉得有些可笑，当我一心一意爱着他的时候，在我期待他给我一个未来的时候，在他无数次和别人逢场作戏的时候，他从不曾想过给我婚姻，可现在我选择了别人，他却又要来找我。我问他，齐恒，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齐恒明显愣了愣，没有花，没有烛光晚餐，没有求婚仪式，没有亲朋好友的见证。我压下一阵阵自嘲和心悸，你说你想娶我就是这么娶的吗？就连你送我的戒指都是你那天和白皙偷腥顺手附带的东西，不觉得恶心吗？对我，你甚至都不愿意多花哪怕一丁点心思。齐恒张口结舌，他有些狼狈。我可以马上重新准备，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他努力解释。我以为我们差的只是一个公开的仪式，现在我愿意公开，我愿意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可我已经不稀罕了。罗军一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反握住罗军的手安抚他，不知何时他的手心满是汗水。你什么都知道，只是觉得我不配而已，你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花了眼。我说着说着，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下来，不是为他，而是为自己这么多年被辜负的真心。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知道我想要结婚，知道我曾经那么爱你，你什么都知道。你跟白皙在千万人面前官宣，却拿着和他偷情时给我买的戒指对我说，你可以娶我。凭什么？我终于泣不成声，就凭我爱你？我错了。齐恒手忙脚乱，青青，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我不在乎你跟别人结婚，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我知道你和罗军结婚只是为了气我，我爱你，我真的只爱你。我已经把白皙赶走了，他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们八年的感情一次机会。他的眼睛那么诚挚，那是我曾经深爱了八年的一张面孔，可我却再也不敢相信了。肩膀被人抱住，罗军拥住了我，他的温度隔着衣服传过来，我的心一点点定下来。我不爱你了，我不愿意嫁给你了。我告诉他，现在我爱的人是罗军，他对我很好，我很幸福。齐恒的脸色一点点被灰败了下去，可他依然单膝跪在地上，倔强地看着我，手里举着那个戒指盒。我擦掉眼泪，转身拉了拉罗军，我们走吧。我后悔了，他在我身后缓缓说，青青，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离开我，可那不是我的错。我被网暴的时候，你在落井下石，所有人都在推我下水的时候，你给了我被刺一刀，来自我曾经最深爱的人。你现在对我说，你只是不愿意看见我比你走得更远。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罗军拉起我的手，带着我一点一点往前走，离开身后这个可怕的泥潭，这个不知何时变得面目全非的旧式心上人。22，不行，我还是好气呀。回家之后，罗军还在气得团团转，这是什么大傻逼，刚才那一拳打少了，他刚才也没吃亏，顺势在齐恒刚做完微调的鼻子上狠狠砸了一拳，十分心机。原地转了好几圈之后，他终于仿佛下定决心一般，可怜巴巴的来问我，老婆，你和我结婚不是为了气他对不对？看到他有些闪躲的眼神，我这才知道，原来罗军心里藏了那么多的不安。我爱你，我这么告诉他，安慰不安的大金毛。可在我起身的时候，他还是拉住我，你要去哪？我只能带着这个大号年年虫去取了 U 盘，然后递给他，这是我整理过的我和齐恒在一起的时间轴，和他出轨的相关证据，还有之前原公司面对我名誉被诽谤时不作为的一些东西。罗军大大的松了口气，我还以为你是舍不得他。罗军小声嘟囔，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跟你说，怕你再想起以前的事情不高兴。以爱为名的伤害依旧是伤害，当然要付出代价。我摇摇头，反正我合同马上要到期了，
以前在一个公司只是因为舍不得他，现在无论是公司还是他的嘴脸都让人恶心，当然要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个白皙罗君犹豫，我拿到了一些东西，你知道他真的是齐恒雇佣的吗？什么？他觉得我和你解绑之后你就会回到他身边。罗君盯着我的神情如同一只可怜巴巴的大狗，所以特意找了白皙来刺激你，你会怪我没告诉你吗？不是白皙，也会有别人。我摸了摸他的脸，我从不认为自由恋爱是错，从头到尾错的都是那个负心的人，以牙还牙的报复和对我一样的套路。消息放出之后，齐恒几乎身败名裂，比我更可怕的反噬在他身上重现，但他不解释不挣扎，好像认命一样低头认打。巨额的赔偿几乎压得他倾家荡产，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人人喊打。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始终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白皙原本只是为了蹭他的热度，现在发现无利可图，甚至还要赔上自己，当然忙不迭拔腿就跑。可跑得了吗？他渴望嫁入豪门，可他如此身败名裂，一辈子只能当个38线小胡咖。20，我的房子卖掉之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买家是齐恒。他不是没找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和，可所有人都告诉他，哪怕你8年里向青青求一次婚，你们的结局都会全然不同。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齐恒的绯闻，他不恋爱，不结婚，清心寡欲，没人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很久之后，我和他在同一个节目里意外相逢，我只当他是寻常路人，可节目播出后，却有无数张他明里暗里紧紧凝视我的照片被网友截出。当天晚上，罗君拿着照片跟我拈酸吃醋，他看你的眼神满是深情，那我呢？我的眼里只有你。我笑起来，抱着他的脖子吻下去。我也爱你。全文完。